不行不行，清醒一点，不能这么没出息。不就一个吻吗？可是，这可是我的初吻啊！我的初吻竟然给了席颂。天哪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怪他没带生日礼物吗？还是因为他也喜欢我？喂，陆亦友，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，早点睡啊，拜拜。席颂，席颂，小颂颂。你好，你是宋米多吧？我听梁哥提起过你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鞋带松了。你是苏黎？哦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……我知道。你跟席颂是好朋友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而且两个人都是学音乐的，大家都说你们是金童玉女。看来席颂没少跟你说我坏话。哦，没有，我都是在网上看到的，他从来没有提过你。哦，席颂那个人就是这样的，整天脑子里只有他的钢琴，其他事也不关心。哦，对了，我听梁哥说他前段时间失眠特别严重，只顾弹琴，没吵到你吧？嗯，没有，我都睡挺好的。那就好，要是有什么打扰到你的地方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就不会了。外边有点冷，我先进屋了。你也别站着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小心着凉啊。晚安。哦，晚安。